嗯，但你的还是没有充电。嗯，看到它有最快的。按摩不到我最前面，你看我的脚伸出去，这里有一段距离，好冷哦，这椅子就短，出来这里好冷哦。我换了新手套，哦，就这是这就是我新买的，里面有毛那种，有是戴这个，就是那个之前天气热的时候嫌太热的那种手套。嗯，要滑一下下面吗？不可以啊，我们回去的时候一定会滑到下面。但是只滑一次啊。嗯。这样挑没有什么用吧？应该不会多什么积雪。嗯。嗯，对啊。我刚看预报，那个雪又变成五点。因为屁股那个啊，防晒裤帮你保暖。啊，防晒裤旁边那个防晒层就没有什么用哈，防晒裤也是穿这样一截啊。嗯哼哼。就大腿特别很冷。嗯。那我现在是觉得脚很冷，脚很冷，好冷哦。结论是，我觉得左边的椅子比较好坐。啊，是啊。奇怪。但我不觉得它会不一样哎。嗯，我也觉得奇怪，而且它也有脚踩，没道理不一样。嗯，那两个人在干嘛？哪里？
黑衣服走路的人。在哪？嗯，看不到了。这是全部教练都穿这个样子，这里也有一个。嗯。但是我王子的教练，我记得不是穿这样。屁股花心，他怎么？现在他们从这里感觉很自己也觉得很陡这样，他下只能用屁股下了。你要这样一路侧降下去吗？不会。
变成我们在学落叶飘。还是一样懂啊，我懂了。你的背包，我背包的手套叠得比较厚，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坐到很后面，原来只是这个原因。又暖了，我觉得可以早打扫吧。为什么？嗯，那就要想一些东西练。不然有一个东西就是，比较先不要想着刹车，先想着说，我有没有办法把板子这样转来转去？就是类似削鱼那种滑法，就是这样直直的，只有削取波浪的这种滑法也可以练成单脚，会有点像这样脚的形状这样。哇，晒暖暖的。有吗？暖。我觉得很暖。我就在想，去横扫山的时候，有一定要滑到熊之汤了。上面
但是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去后面滑一滑，滑一滑。何時からするかね。
嗯。然后鼻子上好痛哦。嗯。是痛哎、欸。嗯。鼻子上碰到会痛。嗯。人中会痛，怎么回事？你也要等哦。嗯。那他会走哪边？他还是走那边。嗯。嗯。停的时候还是会上来一点。没有，因为我还是要看，我在看你啊。哦，是这样。我说你是要这样，你这样对吗？对啊，就是尽量这个这样子的练习是说，意思是说那个避免你用甩的，就是单纯的你用上下半身分离的那个姿势。我都在转角呢。对，啊，就是转角。其实是转整个屁股，对啊。
天气要好好。嗯。想这个前奏应该是那个了，喉好痒，刚说刚嘴巴也都是头发，现在头好好痒。哎，我觉得你有帮我挡风哎，我现在有比较好。我现在也没有觉得怎样，现在是没什么风，现在没有刚刚的。
升空的时候这样，上面的地势是这样，所以升空是这样，但降落的时候是这样，翘起来的、哦。下面的波是斜的，所以你有点翘起来。所以你这样升空，着地的时候是这样，不，然后变成上半身太后面，然后就要摔地。所以是。水平起跳，结果对啊，好奇怪，对啊。上面跟下面的坡度差了10度，这样，所以是这个原因。所以这次看懂了，这跳上去之后，小班就收回来了。怎么收回来？在讲什么？往右。我想起来我的在哪里，我的是在口袋这。我说我一直说有一个可以露出来的那个东西。最后这次滑下去看看吗？然后滑下去，这次滑下去。去滑倒的那个，滑到最下面。最下面。滑到最下面，然后最后一次高速上来，再滑一次倒的。啊？对啊，因为缓的练够了，这样。哎，小妹。应该是了，
别人，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其他人，等这个走就好了。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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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竟然有个横的路，走过去看看。你不觉得这里竟然有一条路吗？早上都没看到，感觉是那个动物之森的安全路线。切过来还回不去耶，要这个上去才回得去耶。这里真的血质不好啊。那等一下嘞，等一下嘞，等一下嘞，还要再……你觉得嘞？要坐高速吗？可是刚刚那一个坡，我觉得滑起来很美丽。
收工呢，还是要，那就做这个了。这个坡度我可以用小转一下，所以我刚刚想说再滑一次，来这里滑小转。所以这一段好像比上面陡一点点，是不是？但是还是绿线。你可以上下走，都可以。可是觉得里面的好吃的是哪个？五木那个中啊，那我也是中。嗯。我觉得这个声音很大。嗯，没错。小腿用力，这脚有点酸。你是用力收回来啊，就是后小腿很酸。用力啊，会用力。嗯。去滑。反正今天多滑一点。今天要让肌肉很累。你是还想滑很多次啊？没有，我再滑一次就好。我再滑一次下来，我上去我就要回去了。对啊，我也是这个打算。我只是想说来这里滑小掌感觉一下，上午的话就很不愿意，但是那个因为已经练了一天了，所以现在听这个声音好像比较不怕了。路过的时候看现在的混杂程度，然后抽两个号码牌。哦，你说午餐跟晚餐跟早餐？那三点比昨天早一个小时。抖，声音很大。那真的恐怖啊！就是那种就有一种暗示，让你觉得好像不好刹车。然后因为有这个暗示，就会怕。怕的话，身体会往山上缩，往山上缩，你就不能真正不好刹车。我想带他坐下来，是不可以的吗？嗯，教练不是说，嗯，我是说上面那个人愿意让他下来。
奇的神奇的小孩任性，可以扭向任何角度。所有的人都要在那里磨土，这个人觉得用走比较安全。在后面，在你的后左边。再滑一次，我家收工了。我也是这个打算。那你想说啊，再滑一次就好了。那我去那边看一下。哪里有温泉？去看一下。就是那个声音，那个声音就感觉没什么，反正我有办法听得下。还可以，因为用眼睛看，觉得它并不懂。嗯。觉得声音很。对啊。我饿了。五点半。五点半。五点半。可以
太早就五点半。我们先去泡吧。那要泡你那天说的那个吗？去你那个，因为那个风景比较好看。对呀、啊，而且还三个池。没有啊，男女那个混的就不要去。没有，它有个室内。觉得是二楼是往上，二楼这个不见得。来，我们卷房就要东广了。有山有山，有山啊。嗯，但是啊，你说有很多其他雪场没去过，但是大多数的雪场都是跟这个差不多，或比这个小一点的。那么小、喔，对啊，有的像他们去的那个呢，庙高呢？庙高看哪一个？庙高也是七八的雪场，但是没办法连在一起、啊。就是很少的雪场大到跟志贺白马一样。梅池的话，它一个我就觉得很大，梅池跟沙方一个就够大了。那沙方其实是四个雪场合起来。庙高的话，就是最贵的那个，最贵的那个叫什么？安比我们也没去过啊。嗯。安比的唯一缺点就是，春之蓝、冬之蓝的时候，就蓝色就会不开，它比较没有防风的概念。它的特色好像也就是长长直直的，其实跟柳寿都有点像。只是柳寿都，宇伦上次来问我们他是要去哪里，安比吗？哪里？宇伦啊，上次他不是在问你说？什么都不用真的付钱什么的。什么叫真的付钱？宇伦有一次不是打电话来问我事情。什么叫真的付钱？他预约不用付钱了、啊。对，预约不用付钱。他说安比我们也没去过。是安比还是哪里？现在看就这样。会不会刮得更空？就很到很废。很费劲下来，嗯，声音很。这是什么歌？
这边一路一路这样过去的这条路啊，就是呱呱声。对啊，吓到，因为那里有呱呱声啊。黄沙沙，黄色的。嗯，我在看我们收工，你看。好，按一按。